记得吗？但是，是吗？但是三 x 大于五 ，x 大于……哦，对，哦，对，你对了，我老是错。我小时候也是，老是说出粗心的错误，因为一考试就没时间检查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不懂的。小于等于嗯，而且是负的，嗯，其实没有什么不懂，就是太忙了。急急忙忙的要看的干的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这个还是有负号的，对，一定要把那边弄到最干净，什么原因？他的节目很好，他给大于等于还是小于？啊，这个吗？我觉得应该大于。对。对。加十大减加负二。大于负一 x 小于二分之一，知道吗？小鱼呀、yeah. 对了，那我也就没有水啊，Middle East 有没有水？油很少，水比油还贵。嗯，所以他们，因为他们地底下有石油，但是很少有水。我有一个 Middle East 的朋友，他最喜欢就是水。所以你老听到 Persian 什么的，他们的人就说 ，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 is water， 最好的东西。喜欢水吗？可是波斯那边也是比较干，也是水少。所以他们游泳好吗？也好，他们现在都有游泳池了，可以。现在的生活很现代。他们以前进去水会像 pray 那种。对。你看澳大利亚很喜欢水。耶。没有水，像金子一样重。
做海水回收。哦，我怎么是大鱼？哦，对吧？对，你这有一个负数，要把它负变成正的。最后左边一定要干净，就剩下一个 x。OK。你肚子饿吗？嗯嗯，已经吃过了。为什么？对了吧？为什么？大于五啊。嗯哼。我还没吃饭。啊。爸爸呢？爸爸回去了。是不是 has a as a？挺好看的，还不错。嗯。这笔都干了，应该扔掉。对，这个做错一个题你就要做错题。Yeah, which is like... 所以不要着急，慢慢检查。他们就说，这个让人做作业更细心。要不然他做作业老是图快，就也不检查，这样一做他就检查。这么多铅笔，该削铅笔了，快削铅笔。铅笔刀，铅笔刀，叫纸先写上再削。Good job。
这个会让你在他做什么？我们在做录像，我不能说他的名字。哦，一个同学的妈妈。待会儿这个录像会我没有告诉他。哦。他们在 email 里说。消不完的，然后同学上课如果好了，他们可以消停笔记画画。有的人喜欢消停笔记。
睡停了吧？我做的没有等于小于负一，对了。我做的不好，我可以停吗？